咪由嗰啲走去村啊嗰啲人聯絡啊，多好似長牛仔啊咁啲啊啲人啊咁喎啊，咁睇到日本仔啊眼下頭，你睇細個哥啲唔理你，地方你指定個地方俾你，你一定要到嘅時候問一下人啊，啊邊度係深啊烏高田啊，嗱烏高田咧聯絡邊個啊個名啊邊個啊，你識唔識得嗰啲人啊？佢當時覺得村裏就有當地人啊嘛，啊咁啊啊啲嗱啲度咁指定。你喺嗰度去啊？去到嗰度問一問，咁啊，佢知道咗個人類咧，已經係走出路口嚟。喂，你邊度啊？你邊度啊？咁咪講明白呢個道理咯。撲下你肩頭出嚟，有一次認識你，下次都好玩啊！裏邊唔俾你睇，唔睇。個電台啊，呢啲裏邊唔睇，你有人。聯絡到人，我先告俾你，叫唔問你做乜嘢乜，其他唔問。啊，有飲你茶呀咁啊，所以幾話啦，你要走啦，啊，好秘密嘅。好似唔單止我個人帶去嘅喎，其他有其他啲好多地方聯繫啊嘛。啊，呢個地方唔同呢個地方，呢個部隊唔同嗰個部隊啊嘛。啊！我用我啲，我帶嗰個部隊要設置唔同，幾大嗰啲又唔同。